但是演歌技巧真的，现在讲的像你这个年纪来讲是个年轻人，离机关来刮哈，slow soul 这种中版的歌啊，听起来最容易让人这个灵魂沉淀下来，随着你词意，他就会走进去哦。哎，有人听了到底连溜都不会放，你知道？对不？听歌还听歌，放溜还放溜，听了再来放。你在操蛋，都在盖小外张，我也爱在瞪瞪一下 him 看，你知道？这首歌唱下来，真的，刚刚像我讲的吐字、发音、转音等等啊，一等一的，真的真的。谢谢。这个其实我做一个这样歌唱节目啊，最早一开名单说你想请到谁啊，然后蒋修嫁的名啊，就是我这个极力推荐的。谢谢，真的吗？谢谢谢谢。其实真的，今天应该是说我今天有点紧张，为什么？因为我看到偶像，是我有点紧张。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唱的并不是很好，对不起。哎呀，还有一点紧张了是吧？对，因为我觉得真的，真的不一样，那种感觉会觉得，因为我很少在宣传，是是是，很少这样子走荧光幕，因为都自己感觉自己不是生就盖水啦。有这客气。所以刚刚好像歌唱也是怎么讲，应该是说还好而已，因为我感觉搞唱歌的人太多了。哎呦，真可惜。所以心目中一个偶像哦。所以今天要来真的特别紧张，真的会紧张。他讲他这个人，谢谢谢谢。实在是安尼好，那个林金比就当然了，自己都是已经鼎鼎大名的明星了。没有没有。刚才叫宣传特别拿了自己一个 T 恤给我说，说是张雅文说希望你签个名啊，哇，我讲啊明星对明星啊，呢还过来给我签名，你是真给他给啊？真的啊，真的。你真的很欣赏我，真的很欣赏。哎呀，就当我来过嘛，拜托你给他签名。哎，他蛮好说话的，平常。但是我是滚球，欢迎滚球。你的歌我老早就是你的听众了啊。说一个这个名在坊间呢，我真正碰到一个杜了几代，直接到 K 点家问奖，直接敲啊。我说哎呦，听到他放你的歌啊，我说哎问奖，你是不是这个连续剧的关系啊？因为有台一个啊，对对，长男的媳妇嘛，不能说的太标准，不然会剪掉。短男的媳妇。不过现在好像下片了，可以聊聊啊。这个是你唱的主题曲嘛？我问蒋欣，就是连小狗，你被剧情融入了，所以听这个歌有感情，你才买这个张雅文的歌。他说：“嗨，还不是哦，你坐我的车你就知道，人家一般客人车都是原套配备，我特别还花钱装了音响。我这个人我刚刚塞车哈，那是讲这个。”康辉一定真枯燥啊，应该是我上需要的这个精神享受，真的爱音乐，所以我这个歌不是讲偶然看连续剧，熬听的人内行人家听这张雅文的歌，啊，这个人不是我白听的啦，我一听就知道你的听友真的不少，谢谢谢谢。虽然以前只有在这些频道上看你在宣传唱片在 promo 的时候，真的很少看到你本人接受每一个节目的邀请啊。对，刚才说什么？本人觉得长得太平凡了，阿里想 cake 啊。这个实在话，其实这是实在话。之前阿文呢一直尴尬，雅文一直觉得说，真的应该怎么讲？喜欢唱歌那是一定的，但是最主要的啦，我觉得这个脸蛋也很重要。尤其现在走在荧光幕前的，大部分都是很非常的青春派哈，非常的就亮丽耶，惊讶，你看啊，是真的，这点有时稍微吃亏一点，真的，有的人说真的很吃亏。你这 cake 没有不好意思，长得比较朴素一点嘛。其实不一点啊，但是这个目前为止他的这个装扮穿着有的时候都是在自己的这个这个习惯的打扮下，就最自然的方式，其实有了专人设计可能又会不一样了。对，其实这个应该跟我的个性也有关系，我平常是不化妆的，就是一件牛仔裤啊，短裤穿着，拖鞋穿着就到处跑，那所以蛮淡的哈。对，所以如果让我上节目也要装得非常亮丽，可能也是也很困难呐、啊，我只尽可能说比较正式一点。是，不然你看你侧面给观众看一下，侧面是吧？烦恼要点，有的人，真的很朴素，我人明明没能也被剪了。我靠！那恨天高把吐干那个对，他就是很正常。下面 size 都是下面 size， 不喜欢夸张铺张啊，你好。
我一直觉得实实在在的很重要，真正好，这就是健康的。三八的啦，都对啦。没有，实在讲了，我是觉得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才是真的。真的，你这个歌曲听下绕梁山，不厉害，真正不厉害，又转回正题啊！如果是我绕不回来，哦，转回正题。说了说了，刚刚那首歌，今天啊，我们要好好听他的歌。您真的锁住频道，抓对也在那大大屏看了，瞪屏看了。接着那首歌是。明天搁等啊！哦，在摸个等。内伤就对，有的人内伤也甘愿。听你的歌，不是在操蛋，多用免吃药嘛。跟这个剧情啊，如果这个主题曲下对的话，我当下丢丢嘛不得了。对，两个可以说互相的这个怎么讲烘托起来哈。嗯哼，在这个剧里面互相了，得到了很多的听众哈。应该也可以这么讲。那么我是觉得，金家喜几出戏。他的剧本给我看的时候，我就尽可能想象里面的感觉，然后下去下笔写歌，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对，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武侠剧啊、古装剧啊，但是里面的歌却是很流行的哈。对，不然还有英文歌词的哈，这种或者什么咖啡屋啊这种歌词都有。啊，奇怪，歌仔那歌中那，我记得也在讲这个咖啡屋，在制作人在卖歌的时候，也没想到那个背景有时候接不起来，原来就是听起来这么顺，就是有配合他的这个剧本。对，有配合剧本。怪不得这个唱片，据我知道，你们公司自己来讲哈，这记录中就销售了十几万张，将近20万。对，但是这个盗版是挺凶的，照理来讲，盗版差不多卖了2-3倍啊。有差不多，因为以这样子，每次盗版一询问之下说，差不多卖了几张啊，卖了多少，加起来差不多50几。哇，天哪，这种销售量是不得了的啦！那接着恭喜拿那杜的这款的瓜就炸的，先订两间啊，老阿厝再来讲。好，可以再多的加多的吧。其实这么严重，合约又长，不得了。结石累累啊，请上你这位歌手的话。没有啦，其实我是觉得，我从一开始就在这家公司，那么也可以讲说是我的恩师嘛，就是尹川老师。念旧这个人就有干净。所以哈，虽然我没签约啦，为头到尾我都没签约，但是合作愉快。对，合作很愉快。啊，是，而且这个算是雅文呢，是个工作狂热的人。不是说这样，让这走的话，自己也参与制作跟作词作曲。对。应该是全部新歌的词大部分都自己写，几乎啦，几乎每一首。音乐的造诣跟文学素养没有，我觉得我这个真的是变了工，对，应该讲兴趣啦。啊，最主要的是安那熬乌白相，乌白相的乌白相。啊，你好。哎，从小就喜欢这样涂涂。啊，真可惜，那糊里糊涂就这么红了，还得了？就糊里糊涂。但是演歌技巧真的，现在讲的像你这个年纪来讲，是个年轻人。李继冠的歌哈，《Slow Soul》这种中版的歌，听起来最容易让人这个灵魂沉淀下来。随着你词意，他就会走进去哦。哎，我那听了到底连溜都不会绑，你知道？对不？听歌还听歌，放溜还放溜，听了再来绑。刚才是两首歌的，对，两首歌曲。绕高了，两条麦克风，连我家给他主持这晚，我的边啊嘛，然后摇头晃脑的听。谢谢。听说今天都是带来，他说好，既然你们喜这么欣赏我的歌，我就选我最爱的歌。第三首带来的是《健康的路》。健康的路，这个是有没有跟自己词曲方面的才艺有关系？没有很大的关系，但是这首歌是我，这首不是自己做的，不是。但是这首歌是我一直力争公司要作为主打的一首，因为我觉得时下的社会真的太乱了。所以我希望以这首歌那种很正面的净化人心的感觉做主打。那当初公司很怕，觉得说，哎呀，弄起钢琴挂的卡这个旗，嘿，卡这个旗边呢，你这首歌好像这样子不太摸够我压边，但是。事实上真的推出了以后，没有想到它真的就是销售真的非常的不错，所以可能词曲中听下去也有它的一些道理跟正面意义。而且在监狱里面，他们有很多的那种排行榜，他们还有排行榜，这是我推出这首以后都是第一名。哦，刚卡在那个什么赤脚啊，滚滚的嘎嘎来，我不想嘎嘎来修口，我下来，我这首歌吗？那条嘛是杠杆来对得起，但是那小棍当时要绑出来，对，绑出来叫我画的快乐圆滑，绑出来，对，跟你这个就不一样，正面社会意义的。那我们这位神秘的这位歌坛的这个詹雅文哈，也想请教一下您的这个感情生活一下哈。虽然刚刚讲心比，所以让大家都有好奇呀，起码我家庭有囡仔无？
啊，你这个门刚才刚来家吵了，我去年刚结婚了。啊，结婚了？去年又丢了。去年刚结婚。拍什么？宣传会不会讲话？我刚才有去，我被英语讲。啊，没有关系哈。没有关系，因为我个人的感觉，我虽然很少接受访问，但是只要是被访问，我一定讲很真实的话，因为我一直觉得那实实在在对人，人一定真实在对人，所以到现在很多人都会问，认为说，哎，雅文你的歌，你有没有觉得说为什么会受到人家这么的欢迎？一根加这你呀，被告你也吸干，其实我得到了一个肯定的答案，就是 get your send in。应该可以这么讲，就是很诚恳的相对，你用真心的声，把人听到，真正都是用诚恳的感觉去给你听你的歌。这人啊，真实在呢哈，所以讲他问到婚姻嘛，不要紧，虽然是一个新面孔，这些东西可回答可不回答，妈的教习给讲得掉。哇，那感情结婚几年，行几年再来讲到结婚呢？差不多三四年吧。哦，那也算蛮稳的啦。三四年这个里面的大家的情绪的这个怎么讲？高低潮啦，跟这个就是相处的这种怎么讲，情绪的最好的时候跟最坏的时候，对方的脾气雄厚雄迈，都俩差不多俩也丢了哈。对，先生是这怎么讲，也是跟你喜欢玩音乐的，还是完全不搭嘎的工作行业？完全不搭嘎。只是说我们两个都是佛教徒，那两个都吃素，所以就很自然的就觉得哎，蛮不错的一个对象。吃素是这样子，就跟你刚才讲身材接得起来。像讲来讲，那边这个生儿育女，这个都要稍微往后面延了。我是顶客族，所以我觉得哇，顶客族应该是说，他们跟他王建轩先生一样，哎，他们也是夫妻结婚多年，决心就不打算有第二胎。真的。因为我顶客族啊，对，因为我觉得我可以用更多的爱、更多的时间去照顾需要照顾的人。那么我自己再去生儿育女，我觉得好像赶快的爱了，把人的囝嘛是咱的囝，对。那会不会有的人信了夫妻越研究越深，最后两个就真的兄妹相称了？有听过这样子，但是我并不排除这样。最后还分房睡，也有这种事情。也有啊。据我知道，小台他们夫妻去研究这个密宗啊，台智源呢、啊，对，他们夫妻一研究了佛法以后，哎呀，越来越深，最后都觉得，哎呀，如果我们早研究佛法，我们就师兄妹相称了。兄妹相称。就他们两个真的很少在一起了，就是后来有一次在美国度假。大概是这个气氛到了，是吧？还是爬过去了，结果哈，哇，谁知道？你看，就这么，谁知道就这么，你看这么缘分了，你看，天时地利还是怎么？那天晚上月圆还是怎么的？哎呀，你说下个月真的就不来了啦？一检查说，想不到，挑缸被丢个尾丢了呢。姑姑啊，开张一次算丢了呢。他们又觉得很珍贵，来了就保留下来。终于多了一个小小台，小小台，所以也不一定啊。你南宫你顶客啊，其实缘分。阿伯生个你都在。未来是不一定的啦，对。